那艘船很特别哦。对啊，所以赶紧过来拍一下。不过是我发现，我看你在这边拍好几张了。我们在上面喝茶，太久了。哦、就你的背，你一直让我拍。我在等船啊。对啊，我看你也聪明，在这边等。没有啊，我对船有兴趣，我在等那艘船啊。哦，刚刚有一个那个类似咖啡色的，那个是什么？哪里的船？黄色的船。对对对，咖啡色是黄色的。英国的。哦，那是英国的。它是油画船。哦，油画船啊。它上面有油管，然后它主要是船是做双层的，可以耐酸碱，因为它是在画东西会。外面有一艘，也是跟他同属一个系列的。哦，我刚刚去这边看，我就拍，一直拍，都是奇怪，这是哪里的船，拍不出来。对啊。他船身有写一个 steel tank， 他那个是一个储物流公司啊，他们英国所属的油画船。因为我们在上面看哦，看不到英文字，只能看到那个船体。就是我看到美国的船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刚才就在看那，就是看不到他那个是，这相机没办法。我刚才看到美国的船，安佳怡，这个荷兰的，这个荷兰的，哇，你好专业哦。它上面两只吊杆，是可以个别合重900吨。哇，你太专业了。它是那个吊那个离岸风舰的那个机组进杆。哦，然后他要去台中。台中哦。对，他要去台中。我看到小船。哎呦，我看到了，你在这边拍。你自己拍嘛，又来一台大。这个是荷兰的船，那个帅哥船。是哦。他有在荷兰的那个国旗。啊，你刚刚看的那个是英国的。对，就是那个国旗的那个标志，还是他那个船的那个。是什么船呢？在那边的。没有，这个船哈，它是重物载运船，重物啦，它可以吊那个大型的那种货物。你说它荷兰的，是它有挂国旗是不是？没有，它是荷兰注册的。你不知道？它上面有写。太厉害了，我最喜欢这个。哇！就是在这个旁边。然后那个那边哈，刚刚出去那个有黄色的船，那一艘也是要进来，那个也是黄色同一个公司的。哦。他从那个从台中来。哦，那边还有一艘。对。那边。然后那一艘要去马来西亚。我到这一带怎么讲？那艘要来。下边一家要买马来西亚。啊啊！我你去马来西亚好啊。